这里可真是一团糟。教会已经下了通缉令，我猜你不会束手就擒。出手吧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把神器给我，我来杀。不必了，这个人不能死，你杀不掉。这一切都起源于你。他们是什么？我已经查出来了。要抓紧时间。这种非人的力量，看来我找对人了。非人，这个词更适合你吧。我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先打赢我吧。下次见面，我有事要问。他会亲自过来，肯定是这里有什么。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为何而来。他说查出来了，你们是什么？你看我像是一条巨龙，但我的实体并不是巨龙。
不，你怎么看都不像巨龙。这是重点吗？我可以是这个龙的雕像，也可以是其他的任何东西。例如苍蝇。你还是小心脚下吧。果然费鲁因不止派了他来。他们杀我们。这里也出现了。你确定还能跟他们交流吗？但他们已经听不懂我说什么。是别坏了。准备好帮我一把。帮剑坏了啊。就是现在。走。气息消失了，你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暂时安全了，你继续回答我。我也记不起很多，但是我和你不同。什么？我的思想不是线，而是实体。实体就像这个雕像。所以你才能变成任何东西。快走吧，我感觉到那个东西就在附近。空炉实体，
旁边飘来飘去的是这家伙，这一路会轻松得多。那要看这家伙是不是愿意。哼，你问问看。现在的他听不懂，但我问完了。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们不是用嘴讲的，认真拿。
不错。放心，你死不了。接下来，到我的时间了。你这么说很不礼貌。礼貌？我才用不着这种东西。喂，你刚才瞎了对吧？是我导致了他们的死。我相信和坚持的一切，是不是都错了？欲知精微，必先探寻。睁开眼睛，世界失明。疯了！他怎么可能是神？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任何人的错。大家都是为了保护别人而做出这样的选择。